是不是 B 好一点 ？B 就站在中间嘛，或者是 A， 我觉得 A， 他们每一个都好像等不及的感觉。A 组的话，当然就是赶快上，因为对于表演的人来讲是很不想等的。但是 A 一头一尾，那个最后一个又很久，所以我觉得 A 是最差的，不要选 A。B 好 ，B 好 ，B 好，这样子也算第一轮上吧。那选 B 的原因是因为中间值嘛，前面唱了，然后后面又有人垫底，所以中间是最舒缓的。好，动感。我觉得这样玩吗？好难玩哦。这样看下来 ，C 是最好的，因为我可以先看前面出了谁啊。我看完 A、B， 我就知道他们出了谁。我 C 组的话，我就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。好 ，C， 决定了。